十地菩萨的南圣地菩萨是五地的菩萨，他的修行不但圆满了禅定，更证悟了真实的地理。他离诸戏论，不讲说错误没有意义的言论，违背真理不能增进善法的言论。他证悟空有不二，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今日道场同业大众，摄食力竭，行多种善，乃得人天花宝，未得出世实果，寿终福尽，还堕恶趣，身坏苦逼，不能自勉。若非立弘誓愿，发广大心，无有百福庄严，离诸衰恼。相与今日，唯当一心一意，愿念诸佛，起坚固志，发菩提心。发心功德不可称量，诸佛菩萨说不能尽，如是善力不可思议，岂得不至心，学在一意。大吉经言，譬如百年暗室，一灯能破，勿为一念心轻而不努力。相与胡贵合掌，一心片缘十方一切三宝，心念口言，众等今于十方一切诸佛前，十方一切尊法前，十方一切菩萨前，十方一切贤圣前，这心正念起因众心，不放一心，安住心，要善心，度一切心，复护一切心，等诸佛心，发菩提心。众等从今日去，制作道场，不着人天心，不起声闻心，不起辟支佛心，唯发大乘心，求一切种智心，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唯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大地菩萨一切圣人，以本愿力现为我证，以慈悲力加诸摄受，令众等今日发心，在所深处坚固不退。若堕三途，即处八难，于三界中受种种身，受种种苦，难堪难忍，是不以苦故退失今日大心。宁入无间大火轮中受种种苦，是不以苦故退失今日大心。此心此愿等诸佛心，同诸佛愿，重复至诚，顶礼三宝。众等从今已去，至于成佛，不舍二法，知一切法空，度脱十方一切众生。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心念口言，众等不为自身，求无上菩提，而为救济一切众生，取无上菩提。从今已去，至于成佛，适当贺覆无量无边一切众生，起大慈悲，尽未来际众生。若有三途重罪，六趣恶难，众等是不必重苦，以身救护，令此众生得安稳地，
唯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莲花光游戏神通佛，南无财功德佛，南无德念佛，南无善名称功德佛，南无鸿雁地闯王佛，南无善游部功德佛，南无宝华游部佛，南无宝莲花善住梭罗树王佛，南无斗战胜佛，南无善游部佛，南无周匝庄严功德佛，南无弃婴盖菩萨，南无吉根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愿以大慈悲力现为我证，令众等今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在所身处具足成就，所到之地一切解脱，重复至诚，五体投地，顶礼十方一切三宝。众等不为自身，求无上菩提，为度十方一切众生，取无上菩提。从今已去，至于成佛。若有众生愚痴黑暗，不识正法，起诸意见者，复有众生虽修道行，不达法相者，如此众生乃至未来众等，是以佛力、法力、贤圣力种种方便，令此众生皆入佛会，具足成就一切种智，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普光佛，南无普明佛，南无普净佛，南无多摩罗跋旃檀香佛，南无旃檀光佛，南无摩尼闯佛，南无欢喜藏摩尼宝积佛，南无一切世间乐见上大精进佛，南无摩尼闯灯光佛，南无慧聚照佛，南无海德光明佛，南无金刚牢强普散金光佛，南无大强精进勇猛佛，南无大悲光佛，南无慈力王佛，南无慈藏佛，南无慧上菩萨，南无常不离世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仰愿诸佛诸大菩萨，以大慈悲力、大智慧力、不思议力、无量自在力，降伏四魔力，断除五盖力，灭诸烦恼力，无量清净业尘力，无量开发观智力，无量开发无漏慧力，无量无边神通力，无量度脱众生力，无量复护众生力，无量安稳众生力，无量断除苦恼力，无量解脱地狱力，无量嫉妒恶鬼力，无量救拔畜生力，无量摄化阿修罗力，无量摄受人道力，无量尽诸天诸仙漏力，具足庄严实地力，具足庄严净土力，具足庄严道场力，具足庄严佛果功德力，具足庄严佛果智慧力，具足庄严法身力，具足庄严无上菩提力，具足庄严大涅槃力，无量无尽功德力，无量无尽智慧力。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诸大菩萨，以如是无量无边自在不可思议力，不为本事，不为本愿，悉以施予十方一切四生六道众生及今日同八心者，必使具足成就诸功德力，具足成就菩提愿力，具足成就菩提行力。今日十方若忧若显，若愿若亲，若非愿亲，四生六道有缘无缘，穷未来际一切众生，以此忏法永得清净，在所身处同得如愿，一向坚固，心无退转，等与如来俱成正觉，乃至后流一切众生亦于愿者，皆悉令入大愿海中，
即得具足成就功德智慧，同诸菩萨满十地行，具足一切种智，庄严无上菩提，究竟解脱。发愿第五，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以德发大心境，希永无量，一复应发如是大愿，等一痛切五体投地，皈依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旃檀窟庄严圣佛，南无贤善首佛，南无善意佛，南无广庄严王佛，南无金刚华佛，南无宝盖照空自在力王佛，南无虚空宝华光佛，南无琉璃庄严王佛，南无普现色身光佛，南无不动智光佛，南无降伏诸魔王佛，南无财光明佛，南无智慧圣佛，南无弥勒仙光佛，南无药王菩萨，南无药上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愿以不思议力，同家富户领众等所有誓愿，皆悉成就，在所身处常不忘失，究竟无上菩提，成等正觉。众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意念发菩提心，令菩提心相续不断。众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奉事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常得供养，供养众具皆悉满足。众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护持达成方等一切诸经，供养众具皆悉满足。众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值十方无量无边一切菩萨，供养众具皆悉满足。众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值十方无量无边一切贤圣，供养众具皆悉满足。众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奉报复应慈恩，有所奉给随心满足。众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奉持和尚阿舍离，所应供养随念满足。众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奉持大力国王，共行三宝使不断绝。众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庄严诸佛国土，无有三恶八难之名。众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四无碍智六神通力恒得现前，常不忘失，以此教化一切众生，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皈依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是净光佛，南无善集月音妙尊智王佛，南无龙种上尊王佛，南无日月光佛，南无日月珠光佛，南无慧翻圣王佛，南无狮子吼自在力王佛，南无妙音圣佛，南无常光传佛，南无观世灯佛，南无慧威灯王佛，南无法身王佛，南无须弥光佛，南无须曼那华光佛，南无优昙波罗花殊胜王佛，南无大慧力王佛，南无阿处毗欢喜光佛，南无无量音声王佛，南无山海会自在通王佛，南无大通光佛，南无财光佛，南无金海光佛，南无一切法常满王佛，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普贤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成诸佛诸大菩萨一切贤圣大慈悲力，令众等所发誓愿所生之处随心自在，众等从今日去又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若有众生见我身色即得解脱，若入地狱一切地狱变为净土，一切苦缘变为乐具，令诸众生六根清净身心安乐，如第三禅断诸以往发出无漏，众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若有众生得闻我身行极安稳灭除罪垢，得陀罗尼解脱三昧具足大忍辩才不断具灯法云成等正觉，众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一切众生得闻我名皆悉欢喜得未曾有，若到三途断除众苦，若在人天尽诸有漏所向自在无不解脱，众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于一切众生无有与夺之心无有怨亲之想，断三毒根离我所心要大把等行慈悲，一切和合犹如圣众，众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与一切众生心常平等犹如虚空毁誉不动，愿亲一向如深广心学佛智慧等事众生，如罗侯罗满十住业得一子弟，离于有无常行中道，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皈依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宝海佛，南无宝音佛，南无宝成佛，南无宝光佛，南无宝床幡佛，南无宝光明佛，南无阿处佛，南无大光明佛，南无无量音佛，南无大明称佛，南无得大安稳佛，南无正音声佛，南无无限净佛，南无月音佛，南无无限明称佛，南无日月光明佛，南无无垢光佛，南无净光佛，南无金刚藏菩萨，南无虚空藏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众等已经忏悔发愿功德因缘，愿四生六道从今日去至于菩提，行菩萨道无有疲厌，财法二施无有穷尽，智慧方便所作不空，随根应病受以法药，一切见闻同得解脱，众等又愿从今日去乃至菩提，行菩萨道无诸流难，所到之处常能做大佛事，建立道场，得心自在，得法自在，一切三昧无不能入，开总持门显示佛果，居法云地住甘露雨，灭除众生四种魔怨，使得清净法身妙果，众等今日所有众愿悉如十方诸大菩萨所发誓愿，所有众愿悉如十方诸佛本修行时所发一切大愿，广大如法性究竟如虚空，愿众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一切众生皆悉随从得如所愿，仰愿十方一切诸佛一切尊法一切菩萨一切贤圣以慈悲力现为我证。
又愿一切天主、一切先主、一切善神、一切龙神，以永护三宝、慈善根力，现为正知，令诸行愿随心自在。发回向心第六，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已发菩提心境，已发大誓愿境，次应发回向之心、相与之心，等宜痛切，五体投地，皈依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日光佛，南无无量宝佛，南无莲花最尊佛，南无宣尊佛，南无金光佛，南无梵自在王佛，南无金光明佛，南无金海佛，南无龙自在王佛，南无树王佛，南无一切花香自在王佛，南无勇猛直持老丈气舍战斗佛，南无内丰珠光佛，南无无量香光明佛，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妙音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慈悲力现为我证。众等愿过去已起一切善业，现前所起一切善业，乃至未来当起一切善业，若多若少，若轻若重，悉以回施四身六道一切众生，令诸众生皆得道心，不向二乘，不向三有，同共回向无上菩提。又愿一切众生所起善业，若过去，若现在，若未来，各个回施，不向二乘，不向三有，同共回向无上菩提。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发菩提心境，发大誓愿境，发回向心境，广大如法性，究竟如虚空，去来现在一切诸佛、诸大菩萨、一切贤圣，皆为证明。重复至诚，顶礼三宝，众等发心发愿，其事已毕，悉用无量。重复至心，五体投地，奉为国王地主、父母师长、历劫亲缘、一切眷属、善恶之事、诸天诸仙、护世四王、主善拔恶、守护持咒、五邦龙王、龙神八部、一切灵奇、过去现在穷未来际、一切怨亲及非怨亲、四生六道一切众生、皈依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狮子响佛，南无大强精进勇力佛，南无过去坚住佛，南无古音王佛，南无日月音佛，南无超出众华佛，南无世灯明佛，南无修多益宁佛，南无宝轮佛，南无常灭度佛，南无净觉佛，南无无量宝华明佛，南无须弥布佛，南无宝莲花佛，南无一切众宝普及佛，南无法轮众宝普及丰盈佛，南无树王丰长佛，南无围绕特尊得净佛，南无无垢光佛，南无日光佛。又复敬礼过去无数劫诸佛大师海德如来，敬礼无量无边尽虚空界无生法身菩萨，敬礼无量无边尽虚空界无漏色身菩萨，敬礼无量无边尽虚空界八心菩萨，敬礼心正法马明大师菩萨，敬礼心相法龙树大师菩萨，敬礼十方尽虚空界无边身菩萨，敬礼十方尽虚空界救苦观世音菩萨。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户民中华印经协会。每逢年节假日圆游会，捞鱼摊贩总是不会缺席，不难看到大人带着小孩一同玩乐。但在香港的年宵市场中，却发现不少不孝商人，在年节的摆摊结束后，将上千只金鱼倒至路旁以及垃圾桶内，一只只原本美丽活跃的生命因随意遗弃，横尸遍野，令人痛心。此番景象也让清洁人员感到十分惊讶，路过的善心人士听到清洁人员的大喊前来关心，随即到附近借水桶进行抢救，但依然有超过半数金鱼死亡，只挽回400多条的生命，转正市民领养。大量活金鱼弃置于垃圾堆、路边及坑渠中，违反香港年宵市场的贩商协议条款，并涉嫌虐待动物窒息而死。为防止再出现违法行为，香港食环署决定明年年宵市场禁止售卖观赏鱼，以及禁止进行任何相关游戏活动。渔农界立法会议员赞同署方做法，认为此举有效传递政府绝不容许虐待动物和不善处理动物的正面态度和讯息。生态教育专家认为，捞金鱼游戏本质不人道，理应取缔。此游戏将金鱼密集地养在缸中，除了生存空间变差，游戏中的反复惊吓，加上许多民众捞鱼回家后并没有正确的养鱼知识，都容易造成生命伤亡，赞同政府禁止活动。此外，在禁止游戏之外，更要配合社区教育，提升市民保护动物权益的意识，并指捞金鱼并非游戏，不应用在节庆上，长远之计应宣导市民不要光顾，没有交易就没有杀害。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施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